胆囊息肉要注意，不拿掉就致癌。你慢性胆囊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用简单的内视镜打三个洞或四个洞，把胆囊拿掉。就把胆摘掉啊！哦，那胆息肉会胆囊炎吗？我个人就有胆息肉。胆息肉大于一公分，一公分的胆息肉一样。就是拿就把胆囊一起拿掉，是这样子，对，怕病变，对，变成胆囊癌。我有追踪0.9，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